好，南台湾民众请注意了，因为呢，气象署在刚刚6:36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，这个时间会一直持续到7:30。那么，请大家要慎防剧烈的降雨、雷击跟9级以上的强阵风。地点呢，包括了台南、高雄跟屏东。台南有仁德归仁跟关庙，而高雄的行政区呢，更是将近有20个地方都有大雷雨的这个警报哦。那么屏东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，请大家呢要多多留心。